時候，喺每日行緊車嘅隧道下面再起多幾層，仲要確保鐵路結構安全，正常服務。梗係難。哇！咁咪好高難度。新榮又話有得睇金鐘站嘅新建範圍嘅，有啊，不過等佢帶你去睇啦。呢度好大，沙中線好容易蕩身咯。金鐘站係南港島線嘅起點，未來仲會連接沙中線嘅新線路項目，成為四線交匯嘅大型轉線站，緊貼到大啦。不過乘客到時跟住呢啲青綠色嘅指示牌，要去南港島線月台轉車就話咁易啦。八層啊，揾天，揾到六層真係，我都見過曬。咦？點解你哋喺度嘅？我哋嚟參觀嘅咯。參觀。咁呢個邊度嚟啊？南港島線。咪車站最底層嘅南港島線月台咯。時空轉移。你落咗嚟啫嘛，時空轉移有冇搞錯啊？